颜值 baby 精致的五官加上清新脱俗的气质，受到不少粉丝的喜爱。近日工作室就抛出多张他在拍摄杂志时的美照，只见照片中他身穿红色洋装，将头发简单盘起，露出完美的身材曲线。而其中一张照片中，他则把手放在背后，将头微微向后倾斜，大片美臂直接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。贴身的衣服剪裁让他的蝴蝶骨清新可见。不过有一名知名中国整形医生则在微博回应表示，这样的蝴蝶骨是异状尖，是一种不良体态特征，更表示如果在放松时蝴蝶骨明显又有酸痛感，建议要尽早矫正。不过医师也强调还是有例外，而网友看到医生的讲解后纷纷担心起 Angelababy 的健康，希望她多吃一点，别太骨感了啦。